船的吗 ？No， 不是哦，这是要庆祝我们待会的胜利，开心的话就可以这样。赢了，小花，如果是你们赢的话，我们会说恭喜。小花，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小朋友，那我们都要加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现在赶快来玩猜谜游戏吧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 谢谢船长，第一个提示是花园，很漂亮吧？哦，所以今天的答案跟花园有关哦。哦，那这个答案一定住在花园里。那小朋友说到花园，你们会想到什么呢？花，还有呢？毛毛虫，蝴蝶。哇，你们说了好多。 我都好喜欢呢。不过今天要猜的不是花，但是它也很喜欢花哟。答案就是刚刚其中一个，小朋友赶快想一想哦。
对的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听听第二个提示再决定好咯。嗯，船长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嗯，房子哦，他们的房子里房间形状很特别哦。没错，他们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房间，统统连在一起，好挤哦。嗯，最特别的是啊，所有的小房间都是六角形的。我还知道他们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哦。答案到底什么？赶快想想看哦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好，再想一想哦，有六角形房子的昆虫会是什么？工作很勤劳，有答案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看来是没有答案耶。我们好像没有答案了。没关系，那就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吧。喜欢花园，住在六角形的房间里，工作很认真的就是蜜蜂。哦，他们猜错喽。原来是蜜蜂啊！啊，好可惜哦。不过小朋友还是很棒，我们帮自己拍拍手。Yeah. 汪汪汪汪汪汪！哇，小哥，我们。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你们呢。是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耶，阿比，我们赢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撒花。太棒了！不过小巴，我们可以来泡花瓣澡啊。现在吗？啊？我看算了，我们泡花茶来喝好了。好聪明哦，开心，撒花。